今年开来行，进我给，你分没啊？你分啊？我分，我不知道，我分了没？二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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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百
个，说200都给不到。哎，我长得挺难看了吧？这花纹，比哥现在可多了，50块钱行吗？我都赔到了。你让我紧紧我给。我今天给不给我？那我给你退呀。你喊我把你买了。100给不到，你这个不好看。这两个60块钱。那贝果多少钱呢？260，要不你卖给人家吧。说卖个笨狗钱多少？他说100，这是公的哈。说实话哈，这个价格是可以了。不是。啊？逼哥到处都是。再说了，你这个品相也不太好，想的花纹你看，这个大围脖都拨到哪去了？都掰到这去了。做疫苗了吧？你做疫苗了吧？50块钱不够，我一个娘的疫苗不，我想给你被打的，我还不够疫苗钱呢。你50块钱，哎，人家我手我咋手呀？大爷你手不？人家还不手嘞，看了吧？我他长得不太好，我手他干啥？这个还断尾巴了，哎呦，这个还尾巴有残疾啊你，哎个娘嘞，你看还跟法牛一样还卷尾巴嘞，你看，螺丝尾哈，这个多呀，这个，那是母的，60块钱，行不用算，60，行不？不行我走了，你也别喊我了。行吧，给他这价可以了。看这个，这是比特啊，花比特，战神比特啊。这一窝比特在睡觉了啊。看，哎呦，这两个灯母可以啊。这灯母你了呗？这啥价了？这个啥价？80。80。这嘴巴咋是翘嘴了啊？哎呦！这是公的，两个公的啊，这是多少天了？70天，这两个品相可以啊。你把最少多少钱？我给多少？我想几百块钱那都有，我给你一个少有。啊？我想500块钱一个，行吧？你看那个都给他50，你也知道我给的价格给的很。两个都是公的哈，这是吹气的吧？吹气的啊，我不惹吹气的，吹气的好看，好看，吹气的好看，显得霸气威武哈。现在人家都懂了，不大养吹气了，人家都养赛气的。小都难看，赛气它小吧，它瘦吧，但是它长大了之后聪明。这家伙长大了傻不拉几的，吹气的啊，这嘴巴你看多粗啊。最少多少钱，大哥？你发一句话行吗？700，最少700一条，两条公的哈，品相是绝对可以。行，来关注一下啊，有喜欢的咱就过来给大哥给盘走啊。最少700，漂亮啊，来关注一下啊。